水宝呀，水宝呀，啊！啊，你食饭，你唔来较认真食咧？你确定要我啥啦？哈啊！田宝啊啦，啊田宝啊，就讲要倒来陪彩玲食饭，而且食了后，又要载彩玲到彩玲的妈妈去机场。我想讲，奈到即马未来，啊电话卡拢未通，啊无接，即啥？妈。 田宝一定咧无闲啊，可能是临时有病人咧处理啦。啊，连咪就会当接电话啊。彩玲啊，你免替伊讲话啦。啊，田宝啊，伊是一个医美呢，伊毋是吼一般外科呢。啊，若是要手术哦，时间连甲排好开，等下含你好好食一顿啊饭啊。你是要去美国呢？一逝落遐尼远，以后吼，若要含你见一面，迄毋是随时就会当见着呢。田宝啊。 我早都跟你讲过，唔管你今仔日有偌重要的代志，你拢爱放下。你今仔日爱专心照顾罗夫人，我戆戆徛伫遮创啥？啊，唔赶紧去准备医师要的玻尿酸。歹势，我做袂到。你讲啥？好大，你搁讲一解。 我本来就甲你讲，我今仔有重要代志，是罗夫人要去迟到一点偌钟，点中耽误着我后壁时间，即马才临时要甲疗程，我真正无法度配合。罗夫人，你若是一定爱即马做，那恁请你找其他医生；你若是坚持伊姊妹爱我做，那恁咱另外再有时间，你家己选择，我先来去。田宝。 你即马敢行出去，你都永远莫回来哦。就算是安尼，我嘛一定爱走。今仔日真有可能是我怎一摆看到我阿姊呢，我一定要去送伊。阿姊呢？你够好意思问哦？啊？你阿田伯，你敢不知恁姐要离开的进程是安怎关心你的？ 替你讲话，佮叫阮来管用你。啊，你呢？你呢？你刷脸来改消息，当面改消息，你就做袂到哈？你敢是人？荣华富贵佫较重要，敢比会过亲情？阿姐离开啊！我竟然无看到。 我现在怎么挂掉？我即马就马上来去调。免啦！你即马去机场哦，飞机已经飞到太平洋啊啦！我无需要你安慰我。你若是真正替我设想，你就无应该甲我斗的，去应付起个罗夫人。李天宝，你讲话要凭良心呢。 安排你去治疗老夫人，嘛是希望你能认识一寡有钱有势的人，这拢是为着你好呢。搁再讲，我拄才嘛伫想办法，想要让你赶紧离开，敢毋是？你搁伫只搞我洗圣诞？为我好，你个自尊我敢知道为我好啊？伊头壳内底想的吼，永远都是你优噶，家己的利益。为着阮优噶的利益，又搁安怎？ 刚刚才的财富，还阁权利，你拢无享受着。你，我即摆是搁会当安怎？我连我阿姐出国进前，我拢无法度见伊一面，你搁我安怎？尤湘琪，就算讲你讲一千句、一万句实的哦，我拢无法度接受啦。